郑晓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讲到了孙过庭在书法当中讲到了书法学习的三个阶段啊，勉之不已，亦有三十，时然一变，及其分矣。我们讲到了这儿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至如初学分步，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啊，这地方有一点残破啊，既知平正，勿追险绝啊，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注意这个复字啊，跟我们现在的行书差距比较大啊，它就是取它左边双立人简化为一竖啊，右边取实际上取右下部分了啊，就由这个来代替了啊。好，复归平正啊，归字的这个省略也比较多了啊，归字的行书是这么一个啊结构，哎，左边的部分省略为这个，这是一个符号啊，右边的部分呢，哎，变成像多少的多了。这是草书这个常见的一个符号啊，初学分步，但求平正啊，也就是说学书法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哎，应该先从简单的平稳入手啊，哎，把这个笔划的这种安排呢，哎，这个尽量的给它排整齐了啊，平平稳稳的啊，掌握了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然后呢再去寻求变化啊，有了这个平正啊，既知平正啊，懂得了这个平正啊，掌握了这个简单的这个平正的安排的技术以后呢，那就应该去追求变化，勿追险绝。所谓的险绝的话呢，也就是要打破平衡啊，一般的来说哈，就是把它横平竖直啊给它放均匀了，这是比较基础的，大家都能够掌握啊。那么你要把这个平衡打破啊，在平衡打破之后寻找一种新的一种这个结构啊，一种张力感，那可能就难一些了哈，所以呢所谓的险绝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把平衡打破，然后造成线条排列当中的拉扯啊，这种视觉的啊，这种这个力量的这个拉扯，形成一种这个奇险的结构啊，这就是险绝的含义啊。既能险绝啊，能够险绝了啊，你那个各种技术也掌握了啊，然后呢还要复归平正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运用众多的技术的基础上啊，达到一种这个新的一种这个平衡啊，把这个运用的这些技术呢啊，给它消减啊，给它这个淡化啊，让它变得含蓄啊。我记得读这个巴金的《随想录》啊，他在这个后记里面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啊。那我就读孙过庭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想起了巴金的这句话哈，因为实际上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它并不是说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而是有技巧但是隐藏得很深啊。我觉得孙过庭呢实际上也是从书法的角度来这个阐述了艺术的这个境界啊，就是用技巧啊，这是一种境界啊，那用了技巧以后让人看不出来啊，不露斧凿之痕，这又是一种境界啊，那它这里面既能显绝，复归平正，我觉得就是要求人们呢，就是把这个技术呢啊，给它消减提炼啊，然后留下最纯粹的东西啊，把技术变成非常的自然啊，不露一点勉强的痕迹。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水平呢，又上升了一个境界啊。好，那对于这个三段呢，孙过庭说初未未及啊。如果说仅仅是能够平正的话，那还属于初级阶段啊。那还是未及啊，那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书法的这个这个规律啊，技巧啊，那就是还是没有掌握啊，未及，没有通过啊，没有掌握啊，中则过之啊，那如果能显绝了啊，会使用技术了啊，这个第二个阶段了啊，那应该是这个过之啊，我觉得就是说掌握了啊，达到了啊，这个书法的这个要求了啊，那更高的境界呢是后
乃通会哈、啊。到第三个境界以后哈、啊，融会贯通了哈、啊，后乃通会哈、啊。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哈、啊，后乃通会。哎，到了第三个境界，就是既能显觉，复归平正的时候啊，已经能够显觉了。然后呢，把显觉给它变得平淡了啊，给它消减了啊，回到这个平正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是第一个阶段啊，那种自然的这个原始的状态啊，那是水平是不高的啊。第二个阶段呢，有了技术以后，水平高了啊，但是呢，太人为了啊，这个斧凿之痕太明显了啊，人为做作了啊，所以第三个阶段呢，要把那些做作的东西去掉，变得更加纯熟自然啊，表面看起来的话呢是不露斧凿之痕哈、啊，不显山不显水，但是呢技巧呢尽于其中，那这就是高水平了。那孙仲庭认为呢，这个境界叫通会啊，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啊，那么达到了这个通会的这样的境界啊，就是技术能够调用啊，但是呢又不显示这个使用技术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书法的境界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书俱老和年龄一起增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后面他引了这个孔子的话了啊，仲尼云五十之命啊，七十从心啊。孔子论语里面说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啊，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他讲的就是生命的这个提升推进。那么对于这个人生哈、啊，对于社会这个规律啊，这个掌握和领悟呢，能力呢越来越提高啊。那随着这个生命境界的提高呢，对于社会的认知力呢也越来越强啊。所以呢，孙仲庭他引孔子这段话，我想呢意思和前面呢是联系在一块的，也就是说初学平正。是一个什么境界啊？然后呢，这个既得这个平正，勿追显觉，是一个什么境界啊？既能显觉，复归平正，又是一个什么境界啊？就像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啊，这个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样啊，它是随着生命的提升而提升的啊。那么你达到了通会以后呢，你就可以啊自由的这个驾驭啊书法艺术的。这样的一些规律啊，可以啊，故以啊，可以呢用书法啊来这个表现啊，达以显之情啊，故以达以显之情啊，这个以就是平正的意思啊，以啊以为平地啊，以就是平，显就是显觉了啊，达以显之情，体啊，体会的体啊，权啊，权力的权，这是权且啊，姑且的意思啊，体权变之道啊。书法家如果说到了人书俱老这样的境界啊，达到了通会，那么你就可以驾驭书法的各种这个形式啊，可以用它来表现既表现平正的，也表现显觉的各种各样的趣味啊，以显之情啊。而且的话呢，可以啊，体权变之道。在书法的这种表现当中呢，你可以去认知啊，你可以去表达啊，全变之道，也就是说，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啊，来更好的表现啊。前面讲到了这个夫运用之方啊，虽有己出，而规模所设啊，信属目前。那也就是说你长到了通会以后呢，你信属目前临场发挥的时候，那么全变之道啊，原来想的是那样，但是我现在创作的时候呢，我要这样了啊，全变之道，你都能够驾驭自如了啊，都能够运用得当了啊，这就是通会了啊。结果会怎么样？意由谋而后动，动不失宜，实然后言，言必重理矣啊。这也是孔子的一句话哈，这个谋而后动，动不失宜啊，想好了啊，再去采取行动，去实践，这样的话呢，你做的事情呢，动不失宜啊，不会发生错误啊，是宜就是适宜的宜啊，动不失宜，动不失宜啊，然后实然后言，言必重理啊，你讲的话呢，你都有道理啊，注意这个谋字啊，我们这个草书的这个写法比较特殊啊。
他把右边的这个部分呢，左边呢是言字旁，这个我们学过了啊。然后呢，右边呢，他是先写这一横了啊，先写这么一横啊，然后呢，直接呢把下面的木字给写，竖给写了啊，然后再写干字的这两侧啊，哎，这个干字的两侧，然后再写下面的木字啊，哎，这种连带方式也是比较特殊的啊。右边像一个来字，来去的来啊，但是笔呢是用右起的啊，大家注意哈，谋而后动啊，动不适宜啊，注意动字的笔顺也是右起啊。哎，这一笔呢从这儿过来啊，笔顺是这样啊，动不适宜，实然后言，言必重礼矣啊。哎，这个草书都是非常的标准的哈，这个礼啊，下来右边的部分，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再拐过来哈，它是这样连带的哈，言必重礼矣哈。那也就是说，在书法当中，你要这个意在笔先哈，先想好哈，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在这个临场发挥啊。各种这个平正的险绝的趣味哈、啊，你都把它调动起来用于表现哈、啊。那在这个具体的书写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调整，你都加以调整啊。这样的话呢，几乎呢你就做到完美了啊。就像孔子所说的啊，是谋定而后动，动不适宜啊。什么事情都想好了再做，做就不会错哈、啊。然后呢，这个时然后言，到了时机了你才去发声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言必重礼，你讲的呢都是对的，大家都会信服你。也就是说，在书法当中，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到了这个时机了，你这么处理了就对了啊。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啊，这个达到了这个书法的这样的通会的境界，能够自由的驾驭书法的技术，能够随机应变啊，应付各种书法的这个变化。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做到比较完美啊。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啊。然后呢，他接着又回到分析王羲之了哈。前面我们前一讲讲到了这个孙过庭列举王羲之啊，写这个《东方朔画赞》哈、啊，写这个《乐毅论》啊，写这个《兰亭集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然后呢，写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趣味啊？那经过中间这一段讲技术啊，讲规律啊，然后呢，现在又回到呼应这个王羲之的评价，是以右军之书啊。注意这个君字有点残了哈，右君，哦，君哈，右君之书末年多妙哈，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呢到了晚年呢它越来越好了呢就是因为生命境界的提升了人书俱老了哈，一步一步的积累了哈，然后呢这个水平就越来越高了哈，为什么会末年多妙哈，当元思虑通神，志气和平，不羁不立，而风归自远啊？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他这个五十知命，七十从心人生的这个生命的境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一步步提高了啊。所以呢，也就人书俱成熟了人书俱老了为什么末年多妙？应该是当元，应该是因为注意这个元字。他把上面的这个部分省略的比较多哈，这个上面的部分哈，这个雪字哈，我们现在像雪字的这个字哈，它在古汉语当中作为单独的字念鸡哈，那这个部分这个鸡呢，在省略为这样的一个符号哈，然后下面部分呢基本上保留哈，元哈，当元。思下面心字变成一横哈，思虑哈，这个虑字呢也省略的比较多了哈。这个行书的虑呢，它是一个虎字头哈，然后一个思哈，这是虑哈。那大家看这个虎字头哈，就省略为一点一横哈，然后呢接着写这个思字的这个田哈，然后再写下面这一横哈。当元思虑注意这个虑字的结构呢跟我们这个现代汉语的这个结构也差距比较大了哈，它的笔顺呢是这样哈，
田字的这个包围结构，然后再写这一笔啊，然后再写这一笔，再写这一笔，再写下面的这个心啊，当元思虑通神啊，注意这个通字呢，哎，就是在割表的过程当中啊，哎，这个地方位置不准啊，没接好啊，它呢笔顺呢应该是这样啊，下来，再过来，再写中间这一竖，再写里面的两横啊，再写下面的走之啊。当元思虑通神啊，神审查的审啊，里面是翻啊，里面是一个翻啊。那在草书当中呢啊，就给它省里面的翻就省略了哈、啊，上面的宝盖保留啊，然后呢，哎，里面的这个彩的这个部分连起来哈、啊，这样连哈。啊下面的田啊，就省略为这样啊，一横一带啊。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啊，像出生的这个生啊，好，大家注意哈，这个省略也是比较多的哈。通神，也就是说看得很全面啊。当元是因为的意思哈、啊。当元思虑通神，志气和平啊。因为年龄增长了啊，所以的话呢，阅历多了啊，所以的话呢，看得多啊，这个。见识广哈、啊，所以的话呢，心气就平和了哈、啊，思虑通神，志气和平，啊，注意平字的笔顺哈、啊，哎，它是这样哈、啊，先写一竖，再写这一横哈、啊，好，这个和字，哎，这样的一个笔顺，志气和平哈、啊，不羁不虑，风归自远哈、啊，羁就是激动的羁啊，这个字的笔顺呢是这样哈。啊然后是这个上面的这个白字哈，先写边上的，然后再下来哈，稍微的有一点拐哈，再写右边的这个反文啊，不羁，好不利哈，这个厉害的利，里面是一个万字哈，繁体的，先写一横，再写这个草头，再写下面的这个鱼字哈，它这么拐的哈。好，不羁不虑而风归自远，这句话也很有名了哈，就是讲王羲之为什么能够境界那么高，他的书法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思虑通神啊，志气和平啊，生命经过了这个大风大浪，经过了众多的这个挫折消扰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呢就这个很多东西都看透了啊，所以的话呢，他心境呢反而沉静下来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书法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一种啊、内在的那种这个情感啊啊、那种这个情愫色彩啊，那他就有超凡脱俗的这样的色彩啊，这样的一个情调啊，所以呢，不羁不虑啊，不用太多的这个技术啊，不用太多的夸张啊，不是说没有技术啊，没有技巧，而是不过分的去追求外露的东西啊，不羁不虑。而风归自远，风归啊，里面所隐藏的啊那种这个趣味啊啊那种这个内涵啊，非常的这个高远啊，风归自远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向往的境界了哈、啊，就是因为内在的生命锤炼啊，进入一个高境界啊，所以呢，哎，这个铅华卸尽了哈、啊，这个世界哈、啊，它就回归到了生命的这个本真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艺术当中能够有所这个流露的时候，那么它的那个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华彩和追逐那种社会的那种这个效果哈在艺术上留下来的那种人为的执着的那种痕迹，他们两者相比的话呢，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啊。这里面呢还是进一步说明了生命境界啊，生命的体验啊，境界的提升啊，内在的这个艺术的源泉的这个改变的提升哈、啊，它对于艺术表现的影响啊。那接下来他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哈、啊，就是子敬以下，莫不鼓弩为例，标志成体哈、啊。他说王羲之呢是不羁不虑，风归自远哈、啊。那么王献之的话呢，年轻哈、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生命的境界呢，跟王羲之相比的话，那还是有差距哈。啊从王献之往下数这些书法家啊，注意这个以下啊，
这个乙哈、啊、在这里呢是通这个乙哈、啊、以后的乙哈、啊，直径一下，末部没有部，鼓弩为例啊，鼓这个是鼓就是那个钟鼓的鼓哈、啊，打鼓的鼓哈、啊，这个左边的部分呢，这个写的有点这个不清晰了哈、啊，它应该是这样哈、啊，这个地方稍微的拐一下，然后呢这样哈、啊，哎好。行书的鼓是这样的啊，末部鼓弩为例啊，鼓弩为例，也就是说使劲的使用技巧啊，非常外露的使用技巧啊，努力的去表现啊。那表现是为什么？就是想留下更深的印象啊，让人更清楚的认知自己啊。那孙国田认为呢，王献之啊，跟王羲之相比的话呢，他的生命境界呢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境界，还没有这个哎。思虑通神啊，志气和平，所以的话呢，他在书法上呢还是啊非常外露的去张扬的去表现自己啊，所以说他是标志成体啊，标志的意思也就是说故意要把它摆出来啊，这个志呢，就是位置的志，这地方是动词了哈、啊，哎，注意草书的这个笔顺哈。啊哎，这是上面的这个部分，然后下面的直，哎，这样几个拐，啊，标志成体啊，上面四，下面是直啊，采用了这个省略连带的方式啊，标志成体的意思也就是说啊，非常执着的啊，非常努力的，要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啊，形成自己的样式啊，标志成体啊。那孙国庭认为啊。他和王羲之的距离啊，企图功用不谋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水平啊，下的功夫掌握的技术啊，哎、啊、还不对等啊，谋是对应的意思啊。注意这个起字呢有这个残破啊，他的笔顺呢是这样哈、啊，先写竖，然后再写上面是三了哈、啊，然后再写这个哈、啊，哎这是起啊，然后这个读呢。大家注意哈，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书的字差距比较大，省略比较多哈。起读啊，哎，这个读字的这个草书呢，左边的这个部分呢反犬旁问题不大哈，右边的这个鼠啊省略比较多啊，它就用这个符号来代替了啊，这样了哈。起读功用不谋啊，功是高水平的技术哈，啊、用也是技术了哈。意乃神情全格者也哈、啊，就从这个背后去寻找原因了哈、啊，就是哪里仅仅是因为他技术的这个掌握还没有达到王羲之这么高的境界呢？也是因为他神情全格也，全也就是说差很远，格呢还是分开了啊，神情全格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生命的境界还有很大的距离呀 啊。意乃神情，注意情字也有一点这个残破了哈、啊，注意情。哎，这个我们前面见了很多啊，神情啊，玄格的玄呢，哎，这个行书的字呢，上面是一个繁体的县啊，省县的县，下面是一个心啊，玄啊。那草书呢，对于县字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省略啊，就写了这个上面那个上面这个部分哈、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符号哈、啊，然后呢，这个。代表啊，这个部分哈、啊，然后呢，下面再下来啊，这就是，哎，这边变成一个小哈、啊，右边这个细变成小哈、啊，这就是哎上面的线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对应的关系了哈、啊，上面这个啊，这个像这个木字这个结构哈、啊，它呢就用这个符号来代替，下面的这个啊木头的木哈、啊，它用这个符号来代替。哎，中间这个部分就省略了，然后呢，右边的这个细呢，它上面部分省略，留下来这个小哈、啊，然后心字呢，直接就哎变成一横啊，哎，行书的格是这样啊，那草书呢，左边部分呢做了这样的省略，右边呢这个有一个连笔带下来的啊，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写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啊，哎，中间的这个部分。再写下面的这个方框的部分，只写这个
右边的外围啊，再写里面的这个部分啊，这样带过来啊。啊，所以这个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属于连带的居多哈、啊，象征性的连带哈、啊。那这一段呢，他引用了这个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例子呢，对比了父子的这个书法、啊、技术的运用和书法的境界，要说明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还是前面讲的，就是王羲之前面讲了那么多的作品，形式的不同，是因为他内在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书法的表现的话呢，内在的东西更重要啊，提高生命的这种这个境界。那么书法的这个形式的这种这个境界哈、啊，这个审美的内涵呢，也就会人书俱老，随之而提升啊。所以呢，这里面孙过庭实际上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外在的这个形式啊，相比于内在的这种这个境界啊，生命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这个境界的提升啊，他认为呢，就提升内在的东西更重要啊。好，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剩下的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讲，谢谢大家，再见。